前一阵子胃食道逆流到只能坐着睡觉，不能再胖了。我劝下去了。今天是我想要增重的第一天，所以我决定要开始记录我的饮食。我已经好久没有吃早餐了，早餐吃的那么快很爽。因为戏的关系要增重，觉得我好像真的脸有变胖了。我说要增重真的好累，你要一直吃一直吃，然后要让自己好像快速消化又可以要吃东西的样子。比我想象中的还辛苦。其实增重的过程觉得碰到蛮大的障碍，这一次刚好碰到这个机会，那我也是来实验一下自己可以做成什么样子。